在英国被其他的男生追走啊？你敢？这个是交换礼物啊，希望你看了之后会改变一些想法，以后过得开开心心。神神秘秘，彼此彼此啦。我真的要走。等一下。在火车站呢、啊。你们一直在那边聊天，后来下雨就到集中站去避雨。那老板也一直在，还跟你们聊过天。你们那个晚上真的是在聊天而已吗？嗯。没有其他。什么其他？就是除了聊天之外，没有做其他的事情。重要吗？都是一些很琐碎的事啊。琐碎？你们到底想问什么啊？你跟姚雅云整夜不回家，那你们有没有？没有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们不是知道，而是信任。他们是对的。你女儿还未成年，你们还是带她去检查吧。不用，真的不用，不用。那你在这里签个字，这案子就算了结了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先走了。爸爸妈妈啊，爸爸妈妈，我一直好想告诉你们，我好爱你们哦。我们也是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其实我们也有错。我想了一整晚，如果我能够给予你足够的信任，误会也不会越来越深。其实我也很讨厌最近的自己呢。哎呀，你们不要这样讲嘛！你们也是因为疼我才这样的、啊。妈洗好了，我保证，从今天起，我一定会乖乖的去英国好好读书。抛开成见呐、啊，我倒觉得小丽认识尤雅瑜之后变得懂事多喽。嗯，在这种背景长大的孩子，还能坚持原则，也非常难得。我同意你们交往，但是。你们要互相勉励，而且要以守礼为原则。知道了，爸爸。那物归原主。谢谢妈妈。许多回忆，只愿你的嘴里有个我。我一直都觉得这首歌好老土，可是想不到今天。你们不要这样啊！你去陪你同学吧，我站在这就好。那我找一个跟你谈得来的人，走啦。爸爸，要帮我好好照顾尤雅瑜哦。怎么了？离开学校之后，跟他们都谈不来了吗？现在还可以，不过我想再迟一点。大概连共同的话题都找不到。趁你啊还没有完全失去做学生的感觉的时候，尽快的重返校园。伯父，你又不是不晓得我恶名远播，有哪一所学校愿意收留我这种学生。不过你放心，别人放弃我，我并没有放弃我自己。我打算一边打工一边自习，这还是比不上重返校园专心念书的好。如果有一个人给你个机会，你敢不敢接受一个严格的学科考试？什么意思？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去做准备，除了主科之外一定要合格，还有三个副科也要合格，我可以申请你复学。真的吗？你愿不愿意接受挑战？
我猜你就是灭绝师太。吼，跟你这种人真的没有人愿意跟你玩呢。你走了，也许真的没有人跟你一样。你敢跟其他女生这样啊？我又不是环球先生，而且向来我都没有女人缘的。对耶，像我这么好心的女生才会跟你玩。哎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说啊？什么？说你最喜欢的东西呀。过两年再说吧。为什么？我要用功读书，你也一样。不怕我在英国被其他的男生追走啊？你敢？没有打扰你们说话吧？没事，伯母。小青要走了，你要不要送送她？我马上就来。嗯。我也该走了。再等一下，早点睡吧，你明天还一大早的飞机。我们可以聊到早上啊。不行，早点休息。给我的，哼，一看就知道对不起自己。这已经是我最大的限度了，下不为例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总之呢，你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什么一些侠女啊、古灵精怪的东西，外国老是听不懂这些的。真的要走了？等一下，不要。这个是交换礼物啊，希望你看了之后会改变一些想法，以后过得开开心心。神神秘秘，彼此彼此啦。真的要走？等一下，你说着，我听着，像海浪打着，沙滩烧着，你的忧伤大于快乐。连彩虹都只剩下一种颜色，我听着你说着，像刀子划的隐隐痛彻。灭绝师太，你以后好自为之。你敢在上课时偷写小说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再替你偷回来的，因为英国太远了，知道了没有？不去了，但是我存在着。